不想读书了，那我带你们体验一下赚钱到底多辛苦。西妹，我带你去扫地。扫就扫，只要不上学就行。哎，去扫吧。爸，我扫哪里啊？这边这个广场，还有下面那个广场，还有这个公园，还有旁边那条马路也要扫。这么多啊？这里多吗？你看这位老爷爷从早扫到晚。既然你吃不了读书的苦，那你就吃生活的苦。哼，扫就扫。新月，你别只在这里扫，往那边扫一下。新月加油！爸，我不想扫了。嗯，你不是不想上学吗？以后扫地就是你的工作了。那扫地一个月有多少钱啊？嗯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一个月是1500。啊，一天才五。五十怎么了？五十也是凭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。那我可不可以不扫地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去工地搬砖啊。别偷懒了，赶紧去扫。